然后，队形是这样的，就一开始我站最前边，然后我后面是饶子，饶子后边是羊，羊后边是八哥，八哥后边是田姐，田姐后边是歪哥，啊，是这样的一个队形。然后，就我们跑到电梯里边之后，然后就我们跑过去之后，我就是最后一个了嘛。然后饶子后边是杨总，啊，然后饶子正一反过去之后，他那个帽就怼着，就怼着羊那个脖子了啊，就一直在那儿，在那怼，就他抱得越紧，那个羊就怼着羊的那个脖子，啊，他那个帽子的羊就越怼着羊那个脖子，就怼得越狠，啊，就怼得越狠，所以那天羊不是说，就感觉被帽子卡喉了，直接，嗯。嗯，你看，哎，谁对我吼？谁对我脖子？谁对我脖子？就被那饶子帽子怼的。